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Sylvia。如果你也有肩颈僵硬、脖子前倾或者富贵包之类的问题的话，那今天这支视频就是为你设计的。在前半部分，我会带大家舒缓的在垫子上放松你的肩颈，改善你脖子前倾的一些问题。在后半部分是一个瘦全身的流动瑜伽，我会把进度条放在下面，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练的部分。在练之前记得点赞关注我的频道，会定期更新一些关于健康、关于瑜伽、关于养生方面的资讯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跟我到垫子上一起练起来吧。我们来到垫子上简易坐，保持舒适的坐姿，右手搭在右膝盖，左手向左侧伸直，指尖点地，肩膀下沉，让下巴去找右肩，左侧整个脖颈斜方肌有拉伸的感觉。吸气，保持耳朵靠近肩膀，呼气的时候下巴向右肩转，拉伸感会更强烈。吸气，呼气，四，吸，左手指尖向下压，呼，三，吸，五，二，吸气，呼气，吸，呼，最后在这里停留五个呼吸。左肩麻麻的，有拉伸的感觉。好，最后一个吸气，呼气，头回正。我们换另一边，左手搭在左膝盖上，右手指尖点地。如果你手指有点麻麻的感觉是正常的。呼气，下巴找左肩，保持耳朵找左肩。吸气，抬下巴向右上方。呼气，下巴回落，继续找左肩。四，可以闭上眼睛。三，吸气，下巴抬，呼，很好，这可以非常好的放松斜方肌，肩膀僵硬，释放脖颈的压力。吸气，扬下巴，呼气，收。最后一个吸，缓慢的呼，稳住，停留五个呼吸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呼气，头回来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肩膀向上向后沉下来，是不是感觉脖子变长了？接下来双手压在锁骨下方，我们刚刚拉伸的是两侧，现在拉伸脖子前侧。常做这个动作可以改善双下巴以及颈纹。双手压住锁骨下方，吸气抬头，找到脖子前侧的拉伸，嘴巴闭上。双手压在左侧锁骨下方，下巴去找右肩，微微抬下巴找天花板的方向，找到左侧脖颈前侧的拉伸，嘴巴闭合。好，头回正，做反侧，双手压在右侧锁骨下方，下巴去找左肩，微微抬头找天花板，这样左右为一组，我们要做三组。呼气，头回正，吸，抬头。做的时候你可能会很困，那这是正常的，这样可以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，也很适合晚上睡前放松坐。好，双手压在左侧锁骨下方，下巴转右，肩膀沉下来，远离耳垂，背立直，头回正，保持自然的呼吸。头回正，
我们来做最后一遍，双手压锁骨下方，吸气，抬头拉伸脖颈，眼睛可以闭上或看着天花板，双手来到左侧，下巴转右，保持深长的呼吸，拉伸一下左侧，头回正，双手压到右边，下巴转左，找到右侧脖颈的伸展，好，我们缓慢的头回正，呼气低头，双手落下，我们慢慢的来到四足跪姿，猫式伸展，开始肩膀的练习，双膝打开与髋同宽，双脚回勾，右手向前伸到最远，随呼气把右侧腋窝和右脸靠近垫子，左手手肘贴地，停在这里呼吸，保持右手臂伸直，将右侧的腋窝打开，五四，小腹内收，三二一，好，推身体起来，左手向前伸到最远，随呼气把左侧腋窝和左脸靠近或贴到垫子上，右手手肘贴地，停在这里，保持顺畅的呼吸，五四，自然的呼吸，三，收腹，二，一，缓慢的推手起来。我们右手再往前伸，左手穿过右手，左肩贴地，做一个穿针引线式。扭转一下身体，五四，左肩肩膀外侧有拉伸的感觉，三，保持深长的呼吸，二，一，好，缓慢的推起来，左手向前伸出去，右手穿过来，右肩贴地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慢慢的推起来，退回到猫式，双腿向后延伸，我们趴在垫子上，手肘在肩膀正下方，我们来改善一下富贵包，将肩膀提起来，不要耸肩，吸气抬头，找到脖颈前侧伸展，呼气低头，下巴内收，脚锁骨，腹部内收，我们将肩膀推到最高，微微有点拱背，好，这样算一组，吸抬头，呼拱背收腹，四，吸，呼气低头，如果你感觉肩膀很累，手肘可以向前再挪动个5公分，吸抬头，呼拱背，继续吸，嘴巴闭上，呼低头拱背，吸，呼，最后5个，吸抬头，收腹，
呼，低头拱背，七，吸，呼，脖子后面酸胀是正常的。最后吸，呼，吸气，抬头，脊柱回正，目视前方，双手手肘向前，双手托住下巴，牵引整个颈椎，让曲度回到正常。我们停留30秒，肩膀放松，不要耸肩，保持自然的呼吸，腹部微微内收。慢慢的手放开落下来，我们将额头点地放松一下，然后可以用自己的手，用大拇指来按摩一下脖颈后侧的肌肉，从上往下按，竖脊肌、斜方肌来回的按摩3到5次。平常如果自己坐的时间久了，或者说看电脑、看手机时间久了，也是可以用自己的手来按摩一下，将后面的肌肉捏红、捏热，放松一下。好，手放开，缓慢的抬头。你可能会觉得眼前一亮。我们做一个大猫式的伸展，双脚回勾，双手向前伸到最远，将你的下巴或你的胸口贴地。吸气抬头，呼气胸口向下压，可以的话下巴点地，下巴如果落不到地面的话，可以用额头去点地，腰腹不要塌，收住腹部，在这里停留5次呼吸，将胸口前侧腋窝完全打开，可以改善含胸驼背。好，呼气拱背，膝盖向前走，然后臀部坐下来，我们来伸展一下肩膀的前侧，双脚打开与髋同宽，大小腿呈90度，双手离臀一个手掌的距离压在垫子上，手指脚趾指向同一个方向，第一步先屈肘，第二步胸口向上提，第三步手伸直，眼睛看向45度斜前方，第四步将臀部提起来，脚后跟向脚后跟的方向坐近一点，胸口前侧保持向上找天空的力量，我们在这里应该可以感觉到肩膀前侧的拉伸，如果你觉得可以再加强，保持脚位置不变，臀可以试着再往前坐一点，不要勉强自己的身体，按照自己的柔韧度停留在适合的位置，将呼吸带到肩前侧有拉伸感的地方，掌根不要翘起来，胸口向上提，我们停留5 4 3 2 1，好，臀部向后坐，盘腿坐起来，背立直，双手掌心向前，食指交扣推出去，拱背拉伸一下，吸气，双手举过头顶，抬头，呼，双手来到身后，食指交扣做一个开肩的动作，好，手放开，落回身体两侧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给自己一个拥抱。如果是初学者，可以停留在这里，拉伸一下后背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手打开，掌心朝外去扣住鹰式手的缠绕。呼气，手肘靠近肚脐；吸，手肘向上指向天空。我们做3组：呼，向下低头；吸，手臂向上。呼，落，最后吸，手向两侧打开，呼，手指背后相扣，吸气抬头，手臂向后推，呼，放开，我们换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双手抱住肩胛骨，可以的话鹰式手臂缠绕，呼，手肘向下低头，靠近肚脐，吸，手臂向上找天空，呼，
吸，手臂向上，呼，吸，头抬高，呼，最后一个，腹部内收，吸，呼，手落，吸气，手向后，十指交扣，手臂向后推，吸气抬头，好，双手松开，双脚向前踩在垫子上，大小腿90度，接下来我们做核心的练习，吸气，手臂上举，挺胸直背，延展脊柱，呼，双手向前落，与地面平行，收腹，重心向后靠，吸，手上提，呼气，绷脚向后靠，如果重心不稳的话，脚可以向前再伸一点，脚越长重心会越稳，我们再来做五个，吸，呼，向后靠，启动核心，最后我们保持一下，拱背，慢慢带动脊柱一节一节的躺回到垫子上，掌心朝下压在垫子上，双腿抬离地面，大小腿呈90度，练习我们下腹部，也就是小肚子的地方，双脚回勾，右腿蹬直向压向地面，腰要贴在垫子上，呼气，换腿，九，八，七，注意腹部内收，六，换腿，五，四，不要憋气，三，控制住，最后二，一，非常好，屈膝，双手抱住膝盖下压向胸口，前后摇摆，按摩一下后背，坐起来，坐起来之后我们双手向前来到四足跪姿，双脚回勾，做一次猫式的伸展，吸气，抬头延长脊柱，呼气，拱背，下巴找锁骨，我们停留在这里，双膝腾空离地1厘米，启动腹部向上的力量，停留在这里，三，二，收住腹部，一，很好，我们回到跪姿，下面做一个提臀收腹的动作，吸气，提右脚向后，呼气，绷直脚尖，膝盖靠近鼻尖，拱背，吸气，腿向后向上踢，呼，膝盖脚鼻尖，吸，不要塌腰，呼，拱背内收，吸，延展，呼，内收，吸，腹部时刻保持紧绷，呼，内收，非常好，再把右腿伸直，很好，最后，将右腿伸直，脚尖点地，检查一下双手张开，虎口压在垫子上，侧左腿，我们做一个板式的支撑，加强一下核心的发力，眼睛看手，腹部用力收紧，微微的拱背，大小腿发力向上，脚后跟向后蹬，坚持一下，屈膝跪地，换反侧练习，吸气提左腿向后延伸，呼，绷直脚，膝盖靠近鼻尖拱背，做五遍，呼，膝盖脚鼻尖，配合呼吸，不要憋气，三，吸气，注意不要塌腰，呼，腹部内收，二，吸，延伸，呼，内收，一，腹部时刻保持紧绷，呼，吸，内收，呼，内收，下一次吸气，左脚向后踢出去，脚尖点地，右手来到左脚旁，板式准备，我们屈肘，我们做一个手肘的板式，小臂贴地，眼睛看向前方，腹部收紧，我们做一个海豚式的流动，
呼气，臀向上提，眼睛看脚，背立直，腋窝向下压。吸，回到板式，做五次，注意卷尾骨。呼，推高，脚跟抬高。吸，回到板式。呼气，推，吸，回到板式支撑。呼，我知道这个动作很累，大家坚持一下。吸，回到板式。最后一个，呼，这个动作非常的瘦肚子，很好。吸，最后呼气，骨盆落地。第一次练会可能会有点累，抬头挺胸，眼睛看向前方，调整一下呼吸。好，呼气，头落向地面，双手来到臀的两侧，指尖点地，我们来做瘦后背的动作。吸气，胸口抬起来，夹紧肩胛骨，双腿也抬起来，双手离开地面，呼，双手双脚向下落，吸，抬高，呼，回落，但还是保持腾空的状态，吸，呼，非常好，继续，吸，抬高，呼，回落，找到后背的力量。好，双手向前，指尖点地，双腿腾空上下摇摆，感觉自己像在大海里。
双手合十。感谢你抽时间和我们一起做的这堂瑜伽课。Namaste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